只要十分钟，陈思璇教你摆脱小富婆。我喜欢什么都吃，想吃就吃。虾米根本没天理啊！夷陵名模陈思璇虽然爱逞口欲，但靠着不断健身，让腹部依旧超平。如果你每天大概花个十分钟做这个三式的话，小腹就会很平。第一招，腰部扭转，双脚稍微有点屈起来，然后上身有点微微的弯曲，然后我们可以边放下去。再换右边放下去，左右十五下。第二招卷腹，就把你的双手放在你胸前，先从下脊椎慢慢贴到地板，然后再来是再慢慢往上延伸，让节节贴上去。就是你上来先是卷上面的腹部，然后再慢慢的上来。第三招棒式，双手可以握在一起，帮助一些力量，然后把脚撑直。如果你初学者，可以一次先做15秒到20秒，然后慢慢增加秒数。学学们，快跟思璇老师一起动起动吧！时尚动新闻，记得做完一定要补充蛋白质，你可以喝杯豆浆或者是吃个香蕉。报道。